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讲啊，白做诶！啊，这两三年拢白做诶，做到要死诶，很多倒塌。生意人讲画足好诶，结果倒塌。我恁知啦，干咧一空水尔。我塌掉伊嘛，塌掉伊。伊问我师傅啊，塌掉水尾老倒平老正平，真简单。你要开水口，雨水来开龙口。对正手的水来，出水口你也开伫凉平。那对凉平的水沟头前行，你来开好平，安尼尔。哦，会记咯，水若对凉平来，哦，你水坑呢，你爱开伫好平。啊，你若好水来，你就开伫凉平，安尼尔。恁到等水沟顺看嘛来。哦，这咱人真容易疏忽去诶，足简单的真理。但是啊，那一般咱若要接待讲啊，我是讲嘿，这了都顾着我饭碗，我这袂用讲，因为开一个水口爱几十万。哦，但是你开要安怎开，爱着真理呀，真理呀。啊，真要呢，咱出后，你逐次袂用做水池哦。这个跟我的工在修工以外就位了，那台湾真有名的企业家。好啊，在五年前，伊夫人呢，啊叫我去啊看伊的厝啊，伊伫台北一零一的后边遐，啊伊的后边呢，伊别种嘛，后边山落来，吼、哦，伊就去种创瀑布，啊下面创一空乌人人，我、哦、头家啊。夫人啊，你就要会被掏空啊！后壁足外空诶，一空乌人人诶，水后壁流来，倒墙会掏空诶，目屎倒一流来。原来洪掏空呢，七十外亿，伫咱台北市，啊一间，即个真有名诶电缆公司，真有名呢。啊，物价嫌啊都靠翘，啊，我你莫怪你啊，员工甲你掏空哦，迄是你叫人甲你掏空的哦，你后壁做一份资源，会犯着遮，后壁或者黑幕，黑幕就是查拉青，查拉青就黑幕，黑幕咧乌空，啊，来甲你掏空，讲哎呦，都是安尼哦，一开始为乎坠落咧吼，结果查起来咧。开始掏空，伊水底下放水的第二个月开始掏空，有准无？啊，查了咧，哦，师傅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内底饲的金鲤鱼足大尾哦，真水哦。我叫伊讲吞起来水漏掉，唔甘遐鱼啊啦。我讲你是公司要倒脚去拿遐鱼啊？哎呀，无彩你！干啊！这个这么大事业家，现在那变个那像一个囡仔过死。我无鱼钓了，我先唔死嘛。我先唔死有水池啊，钓来好好啊死啊。啊，你个土吞吞嘞，到尾才想通啊，掠去好朋友，台北较近，掠到我先唔死伤远，可能会死去。啊，到台北好难去，土吞掉。啊，才开始公司渐渐稳定。我掏空归掏空。打拼，重新打拼，认真打拼。过去唔对啊，爱要改，哦，爱要打拼。
这嘛是水神后壁，咱后壁无弄啥，尤其咱当所长负责人，咱坐后壁，你无弄啥，弄啥会安怎呢？中风，会中风哦，爱注意哦。啊，要不会的哦，嘿，紧紧来嘞，免要不会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你丢回你的办公桌啊！你嘛坐后壁，哥仔，你坐把动过来，两边好去平，好去水，好去抽。你莫话我坐呢，哥仔那边抽，好边直直抽，直直拉起来。啊，迄又袂痛啊！好边拉有黑工，反销人；两边拉发财，后壁拉中风，长脑筋，无智慧。这咱古正足简单的道理，免倒喊我三万名爱弄倒去，三万弄倒去。再来呢，咱后壁闹行枪，你爱注意行枪。啊，前个月呢，咱也未发了之前，我去南部去看一位信徒的业处，后壁都只行枪，我恁恁某有志呢，挂掉一排。啊，师傅啊，啊一个月前才挂掉尔了，是安那？啊后壁行啊冲啊，行啊冲了，都冲正面，厝的正面都伤查某人，所以查某人有志，害去报去，去挂掉的。那是冲倒边呢？倒边冲呢？啊，就查某人有志，爱去挂掉的，足简单嘞，安尼尔，无什么复杂，嘛无什么特别的。爱去解释，安尼就安尼。哦，所以后壁罗枪枪队，咱家来呢。假使闹枪来，你怎么办？咱行后壁怎么办？迄是怎歹办呢？哦，有方式呢。你去安坐泰山石敢当，泰山就敢当。啊，但是你若要安，那啊徛一个蒙牌伫后壁。哇，迄嘛是厝边头尾后尾咩事啊？所以咱要买厝，咱爱先羡慕你；要起厝，爱讲漂你。咱安尼家己先预防，那无大了咧，上好的方式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咧，客话转咧就转咧就走就对啦。哇，咱人走，你莫错，莫硬要撸咧。啊，买信买信。无智慧才是迷信，你知影，你都毋是迷信啊啦！这日日有够侪，有够侪，看到我起着惊。那出面头尾，咱厝乡安尼正平，行啊真长，冲对出角来，巴肚边来，十波人身体袂平安。好平，你来足长啊行啊冲来，咱好平十波人都灾难，后壁冲。主人家囡仔无智慧，有当时学得真巧，是安那囡仔因缘时机搞要发挥，拢无半撇，也是无代无志，人来陷害等等，这拢是后壁罗枪反销人。这虽然讲起来是啊，是不可思议，事实就是事实。那咱伫纽约，纽约咱有开课。有开三班，啊，有咱华人呢，每年九月七日，等下先会是连续上课四个月后，等于啊，伫咧纽约遐开课。咱今咱一个啊，同修第二届，啊，咱台商第二届，啊，等于上课。啊，等于到美国遐，啊，咱的遐地主呢，去甲人看厝，去甲人看讲，你会上到多伊，美国人。啊，那个奇怪 ，yes 啊 ，yes， 你若知，伊讲我看你的厝，吼、哦，那伊讲那个医生诊断在点评区，你无点评区，你来看厝，你就知影我身体伫倒位。哦，所以即摆外国人。真济嘛伫学风水，
我去洛杉矶，啊，咱在遐电台访问，伊讲足侪外国人即摆学风水，到底真的伫倒位？真的在有缘的所在，真的在有福的所在。啊，因呢，啊，外国人足怀疑讲，奇怪，中国人看都无偌悬，是安尼，大家遐敖，做事业遐大劲，哦，大家遐咧趁钱。啊，一定有原理，一定有风水，风水是安尼来，哇，认真的教，啊，认真学。那么我洛杉矶嘛开课的教，遐学生我学生弟子嘛开课。啊，所以风水无分人种，无不管你是黑人、白人、青人，哦啊什么人，不管，人都会对啊，包括精神啊，迄是个鸡条吼，当当钓鸡只，跳跳跳，听到就死叫跳。迄安尼哦，啊啥啦？啊鸡条猛对出哩，啊迄个家己个厝，渐渐好不了厝，脚床开开开，水开开，好不了厝呀，渐渐遐猛开正中，鸡啊鸡啊精神拢咧钓只较济，啊你啊是底下变石头滴，石头滴啊，是袂好势。含精神都甲风水有关系，啊，鸡条你若开唔到位，你若开好平，鸡条最大叫你开好平好门，好平会趁钱，但是紧急的时阵呢，你要趁钱机会要搞是，劈死又无去啊，包括饲鱼啊，咱台湾伫哪边，我一个老朋友，伊专门伫发咧鱼虾仔，较早迄草虾啊，嚼细尾啊。一尾啊，对无呢？无呢？就说一尾变一分钱尔呢？饲了几窟了，像这种窟安尼吼，好卖出去嘞吼，虾仔卖出去，赚只一千万呢，吼、哦，足欢喜啊啦！啊伊嘞，啊都饲饲饲嘞，明仔要人要买，阴暗，吼、哦，会切花，会会叶，嘻嘻哦，安尼亮晶晶那闪烁的色，那像咱。嘿，台演的美白遐，遐尔花亮的，迄个金色只，停在去看，规群红叽叽，规群红叽叽，下样死翘翘，翻定啦！啊，伊只讲老师啊，你讲看好啊，我你一定是开好门。哎呀，你也知，啊，你反正你遐场开好门，好门就是煞，好门就是火，遐上惊火。退休都翻红，哦，伊个饲三只，饲三只三水了，了个饲三落撇。我讲门，我开两门啦，开两门，啊开两门，啊可惜两门出哩落枪。我讲你，你福报够无积足个。问我当面怎哈老师啊？无开两门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两门是红啊。啊！你要做虾仔王嘛，未歹啊！但是你念经，你念经去回向，念什么经？土地公经，福德正神真经。你来土地公经，咱先有是有啊，咱会用免费甲各位相送。咱要做生意开工厂，早时起来会当念土地公经啊，读土地公经，然后回向啊，你会继续顺事哦。啊，所以虾场叫关开中门。阿都慢得死啊！但是迄个时阵来虾价歹价啊，好价是赚无着，歹价是虾大大尾拍不着。哈、啊，所以人福分嘛真重要。你开始要着，你自然自自然然好姻缘的教育，咱工厂嘛共款。工厂你向出去，你来开好门诶，会赚。但是无中生意话，钉钉塔塔拢较会出来。咱若会当自己，咱若方便甲解龙门，龙就是坎卦，坎食水，食水食财，水就是财。啊，好平离卦，离者是火，啊，离者是火，是迄光，迄光。而且咱向出的离卦，也是进光，叫做火雷泄压。一经叫做灰雷泄压，灰雷泄压，肉包子打狗，有气无回。
皮夹夹，花蕊事业，你做事业，肉包子打鼓，有去无回，五皮夹夹。啊，咱这边呢，啊，咱这里啊为山，啊，咱这边为坎，这样子骨水山坑，水山坑呢，人气来升哦，来上升。哦，这个你开门一发就足简单，已经虽然八卦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哦，八卦安尼尔来讲，但是伊内底的结果非常奥妙。啊，要有咱真济工匠，咱若去好买了厝，等等等，咱若开中门，大赚大了，爱注意。那不得已嘞，咱就渐渐。嘿嘞，咱用个胃药病，拍病起来，你都袂像只好，尻川门开开，嘴开开，吼、哦，那像咱嘞拜天公的时，迄只猪仔嘞，啊，拍嘞，尻川开开，嘴夹夹嘛，很无奈，哦，这就是安尼来，再来嘞，中宫，中宫在咱的心脏，无基础，无基础是中宫，中宫是就是阴阳。啊，阴阳合一体，所以咱的厝的中，你若有冷气机，或者咱这叫做啊抽水机、洗衫机、脱水机，伫中的时啊，咱的胃肠会较歹，胃肠较歹。啊，胃肠歹，今日我去咱泰国啊，咱这里。啊！大天宫，我当处长发心带领大家所去的一间大天宫五福千岁的庙的时，啊，拄啊咱啊台盐董事长郑董事长呢，啊，伊也来参加，啊，伊咧伊甲讲师傅啊，即摆台盐哦发这个研究一项第五代。乳酸菌第五代乳酸菌，这对人的胃肠足有效诶。我买下晡咧两粒，我互我减咧。哎呦，我用毋食较济啊，我胃肠开去啊。我今日毋是卖药啊，吼，嘿嘿，毋是咧卖药。吼，只是讲这就是啊，智慧所开发出来。啊，不要帮你讲师傅啊，你自己花，我寄互你食。你若寄互我食，一定无效诶。药啊，不用烧伤，爱滑面，吼、哦，爱有暴食，吼、哦，恁两个人烧伤，可能食无效啦，可能啊，食无效，啊，我啊啦，我再来买就好啊嘛。哦，这嘞，就是咱开发智慧出来，咱有智慧，两边两门，吼、哦，两边中东，哎是，啊那么，当处长，你这位，吼、哦，你若告诉。会当伫倒啊咧，你若伫量量较有力，或者拢是量有力的时，你一定有大智慧。虽然是公家的事业团体，但是你当处长嘛是代表着2300万人共同的福报甲福分，这嘛是风水的法则。所以咱台湾有一挂生物科技的公司。其中有一间生物公司的科，这个叫做科技的公司啦，伫分林。啊，企业是真水，啊，伊就请啊，咱的佛教大师甲设计，讲哦，哎呀，那啊，真好。我看看你的达水公司兄弟拍完机，啊，达水就倒了钱，啊，绝对你的物件研究半路拢发酵去啊，啊，发酵去，迄个变无效啊。伊讲嘿啊，师傅你也知。我真简单嘛，哦，你的出去，你一个门好平，啊，起一间，这所谓是这大间，滚头母平条条。咱各位当处长，恁注意哦，恁工厂门、外大门，恁啊，办公迄个啦，休息室，你肯定好平，上大间的是楼梯柱，嘿，迄个足啰嗦的。啊！你发明嘛物件，研究物件，做些物件，反正订单做。你甲解决开伫两边，问出哩会两边，能出两边呢？这是啥？量有力，
两有力嘞，变做印，印就是有威、有权、有威。哦，那么你解过，哎呦，爱开钱哦，你了的比开的较济，了的比开的较济，这就是爱有智慧。哦，所以咱大陆大乡，咱信徒地主真济。我若用呢，啊，那我若时间就去看看，那无呢，啊，那我你图摕当我看呢，唔着该改就该改。曾经咱有一间企业家，企业伫台湾、伫北部、伫外口个所在呢，啊，伊所有个好评出去，起一个真大间七楼。做办公厅，啊七楼，啊两边咧，啊伊迄个咧，吼、哦，我那起起来才四楼，啊伊入来，伊直接对大门入来，才斜对遐出哩，面顶去哩，七楼，我诶，恁个公司股东当时要听哈，我都咧讲袂好势，啊都咧讲袂好势，老师你安尼讲，对啊。你只要讲股东，一定大家心烦气躁，袂好势。哦，那不是讲你们好面两边好管，哦，啊你呐要安怎转？我无要紧，要安怎转？你把门开伫迄边过，你莫回来，你倒出去。开迄边过，办公厅开办公厅，换两边做总动。哦，我紧来卡。第二天啊，第三天就开始直直卡。啊卡卡嘞，啊办公室扫倒过啊，迄门换位尔嘛。经过迄个北美股东呢，董事会，大家话讲要开会啊，那咱就信徒呢陪我要出事啊，问讲老师啊。股东会要开了，唔知啥代志哦，无要紧啦，你解决，无要紧啦，股东大家团结，结果开会咧，大家拍火啊，你早都爱开这边啊，啊，我阿你讲你唔相信，你讲相信你的先呢，你安尼啊，我的先呢都无我人，啊，我有去问过啊，哎呦，所以各位，咱爱要用，啊，你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假设你去内底写一下，写到出呢，好评加头，你这间公司一定做袂顺事。那么你换对外口单独对好评迄间做办公厅开业起来，啊，这门和总统就好势啊嘛，团结啦，即摆已经七年啊，公司做啊好势好势。所以任何一间公司闹啥灾难，经过社会损失，嘛是国家的损失。啊，曾经有咱一位。信徒先生，伫彰化要去河尾的半路啊，还遐一间机械公司。啊，遐机械公司咧，伊就是迄个收银啊，收银室咧，放伫河边。内底伊的工厂向出去咧，河边起足长的，起真长。啊，佮头有啥外大门咧？诶，这里要到收银室的好评，我讲头家啊，你吼，你这好拢恶，耐心通外鬼哦，爱注意哦，你安尼吼，未顺时哦，好出水让我错呀，我咧错啥？讲伊真无准则，哦，遐收银，哦，叫人内底来夹伊内底，偷钱三界，上尾个也上锁起来，金库甲收做两柜。哇，你免怪啦！你制造因缘，或者你的业障现前，竟然收银室卡卡换过来，啊！你的门呢？好平才长，你两平家己搁起车了啊起来，好四平八稳，安尼就好嘛。啊！我着搁入去内面甲看，我伫遐看我，你也托你讲，为呢吼，摸来摸去，摸六七界啊吼。叫师傅，你也知，你有神通，托你讲，我甲你讲，吼。我无啦，真简单，看你的病，按托你讲位的。吼，遐袂好势，
莫我遐遐阁袂好势，你甲侬怪一个土地公，你着这样都唔对嘛？你靠这你伫迄宫正中宫咧弄休这类，哇，这着煞呢！你甲侬看土地公，土地公有够冤枉呢，伊是查克个呢，吼、哦，伊是有够冤枉，你无智慧，你看到土地公。哦，我讲你安尼啦，啊，这样换换位，侬一支开40万，40万开要开嘛，才换位啊，换换掉，换位啊，稳定落啊，我都爱换都换，门收费是停车，迄个做车库车了啊，起起来，稳定落，都无遐代志啊，啊，再来咧，伊啊，因为伊专门伫做模啊，做模啊咧，啊，一届这差不多。啊，30年前啊啦，啊，伊都买一台模啊，迄是4-500万模啊，迄个电脑含咧做模诶，啊，叫我看者，我好啊，我咧看者日，啊咧按按了都顺顺序，啊，过来我去看第二台迄机器，啊，伊都讲诶，啊，老师，我要装一台新机器，我好啊，我就看看开。我都看日何去按，伊都唔敢按。啊，伊就通知、通知农民力摕起看卖日，所以伊唔敢用。我知伊唔敢用。经过3个月后，我唔当处长啊。啊，我看下子你无用吼，伊讲我迄讲实在吼，迄机器袂好啦，我你咩假骗？你一定看农民力去讲歹日啦，啊！我看着皇宫的力、皇力、皇宫的啊，选择的方法啊，我这就是当时苦老先生，我去改学，我甲偷抄一本出来，我足准呢。伊讲嘿啦，老师啊，我吼我方法都唔敢用，啊！你要用，你讲用，我都唔敢用。我结果甲你选好一个坑嘞，系啊，第二天我马上两只手十指伸了了，可怜，啊，是我可怜啦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个话日，我爱负责。你看农民力免负责，农民力免甲你负责嘞，看有影无？当时怎样？农民力免甲你负责，我甲你看我来负责。因为我一定用个尽力，所以咱有一天，若有机会，咱泰国遮要开课，我嘛会选一个方式咧，会教国语来用。咱迄是拢是免费个，切送国语到国结缘。只要国人平安，社会就平安，国家就平安。哦，那国语若平安，会更加侪人，互恁个指引。啊，至于呢，选择的方式，咱的方式甲一般方式无相像。啊，这就是真理。啊，再来呢，易经，我正提倡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做出工作可顺心。大家要学易经，啊！你大人囡仔该聪明，大家要学易经，身体健康，心安宁。大家要学易经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大家学易经，啊！家庭圆满一条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更太平。啊！尤其易经，伊所用的，就是咱的生活，包罗万象。包括咱台言，未来讲哦，我要发明一件物件，哦，这里遐好的美白，打一产品呢，哎，大家快来接受，哎呦，会精神，啊，你就知影这个产品当是啥物件，大家会接受的，无你研究甲足好诶，哎，嘿，有当时啊，咱人气无一定有哦，啊，那么如何会了解有人气无？已经会当了解。乾地离震顺坎乾坤864卦384爻的变化，上升、上负、上克、
详细化，啊，这拢是一经一真理。那咱要做一件新的产品，开发一个新的产品，你要开发到几啊十种，结果一项有效尔。你几啊十种做了，一项有赚，赚无够，几啊十种的无啊钱。哦，这嘛是易经真重要。啊，咱专门的易经，甲一般易经无相像。咱易经就时间甲空间的易，时空之易，时间空间。我什么时阵做这个工课？伫什么所在来做这个工课？啊，会合，会使一年如何？啊，这易经的最上。经的真理，啊，咱社会嘛真侪人咧教易经，但是咱所传的易经呢，甲一般所传的易经，啊，有一寡无相像。咱是咧用易，用易经，啊，咱有诶是过去学易经，学易经，研究易经，咱爱用易经。孔子讲，有到一代开始，防患于未然。防患于未然，但是呢，老子开始讲以其无所生，吼、哦，我境界够啊悬。后来呢，两项拢爱有法啊，无法啊，为啥？法只有易经尔，易经叫做用易，几个字都是用易，咱传道传法就传用易，如何应用的易经？来开发咱的事业，如何用易经来了解着中国时机的一年？啊，咱二四号咧，啊，迄天咱台南南科，哈、啊、呀，咱一挂郭昌祥咧，啊，希望讲我去来演讲，讲以易经来看待南科的发展，我、啊、好啊，嘿，你呢啊，要对高水准、高阶层、吼、哦、高知识来探讨。我是足有趣味的，也是讲今年出去，那要过好一年，啊，咱全部来探讨易经，我足乐意来成就各位。啊，咱就请李会长咧，啊，你就爱较辛苦咧，啊，那你个甲大家啊交换意见，讲那有需要，我。再好找一个专工一个时间，我伫遮甲各位讲解着易经的真理如何来应用。好、哦，这是我希望中华文化有七千年的历史的文化易经，咱拢甲唱掉去啊！过去咱所读的易经，啊，就是前三年、前五十三年，啊，咱大学咧，啊、哦，前三年咧。读到尾比前三年拢读出三环，读袂出来。前三年啊，前面的三年拢去读三环，前几天啊，干那读三年，前三年才读出三环，读袂出来。啊，咱会传足好、足简单的方式，咱会派江苏法师过来。哪个还较侪人啊要学啊？我就专门派江苏法师过来教咧。甲各位共同来探讨，那个易经就是用易，如何让它以其无所生，如何可以防患于未然？啊，比如讲，咱真侪国家甲国家中间，那是当时福克兰甲英国诶战争，是法兰克吧？福克兰。啊，福克兰呢？迄阵的战争，啊，咱有信徒弟子师傅啊，因讲福克兰战争当时会煞，简单，四月份的几日就煞，四月的几日就煞，到尾结束一天都四月份的几日，啊，就煞，这些呢，已经内底奥妙，咱就是时空域，有时间跟空间。过去咱所读的，拢圣贤孔子、文王周公、孔子啊所留的易经，是咱修心养性的易经。但是咱要用在企业的易经，
确实爱有时间的关系，爱有空间的关系。包括咱这条路每一个成品在研究的过程诶，中间有多于哈、啊，有多于交集点，多于触礁，多一搭有啥未通还是多于咧？用眼睛推就知影，知影可是多一搭未通。那么是多未通咧，咱对迄搭去改善，咱这个发明的物件，自然都清清楚楚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各位啊，你若一件代志，无论是医药嘛好，好啦，比如讲，咱的政党，啊，第五代的这个乳酸菌，对身体的用意，在易经来讲叫做风德中夫。风德中夫呢，啊，创后当叫做风水法，因为咱人，啊，体质内底。风德中夫咧，咱人咧世间生活紧张，紧张，咱搭伫溪沟啊，溪水内面点点啊行。你若无当脚骨脚跋落，紧张甲。咱人的身躯，所有的抵抗力拢无去啊，抵抗力拢无去啊，紧张嘛。虽然咱无行入溪沟底，咱每一天的生活，都是拢咱行入溪沟底同款，叫做风德中夫。风德中夫咧，就是咱内底无抗体啊，无抵抗力去啊，抵抗力拢消失砍掉去啊。啊，那么。创后振动，创后振动呢，或者智慧，智慧就是能量，啊，能量呢，来补充，对脚底开始补充能量起来，脚底补充能量起来，起来个循环经过体质，咱的血液循环正常，熬紧张呢，直直会好去，啊，所以这里每一项的发明。每一项研究，哈、啊，这里你已经看清楚楚，但是计是有较贵一丝安尼尔。因为风德中夫，你基本的易经的主体，就是爱开较侪钱咧。啊，卦中就是爱开较侪钱咧。哎、欸，我今日唔是家的，哈、啊，当处长甲台员讲过。哦、我是用易经来讲，予各位一种了解着易经的真理。哦，啊，变做风水幻，幻者幻散幻散，幻者咱内底的血路原来凝聚缩掉的，未通的，拢会散掉去，歹物件会散掉去，血液循环未好势，哈、哦，内底烧炭的会散掉去，会中风的。哦，因为咧，你迄个阻碍诶血管壁，迄会散掉去。因为你内底有温度，咱食了以后，吼、哦、血路会清，感觉真正顺失。啊，顺失咧，哈、哦，伊个循环都正常。迄、那个补充能量，嗯，是药啊，不是药，也不是食品。当时用，迄是药啊，是食品。啊！本来有的菌啊，好、哦，我迄不是药啊，哦，嘛不是食品，风水法一卦，内底咧就说，嘛不是药，嘛是食品，激发、激发，咱每个人体质，妈妈荷兰的体质。内底原来的元素、元素、原动力，让它恢复觉醒、觉醒。哦，这就是咱用易经会当了解到一件产品。哦，对人类身体。那么，伊当时创后，
初熬呢，哈、啊，照讲是对咱脚底激发起来，咱普通人咱的身体，咱的血路循环到脚底呢，要激发到脚底的迄个能量过激发起来呢，有哪较困难？咱人的身体普通是拢是伫降降伫脚底，所以咱脚底百病的根源伫脚底。咱每个人拢是共款，你只要脚底按摩，咱的迄个无神父，哦，迄、那个脚底按摩，遐尼搞，迄道理就对脚底甲你开发，互你激发起来。那么，哎，第五滴，哦，即、這个乳酸菌，即、這个物件，就是互你对搓熬，就是对咱脚底，脚底，咱开始直直沉淀到脚底，激发伫脚底的浊气。纳扫去，让它重新升华、升华起来。啊，干那呢？闹，咱就清啊。啊，咱人即摆现在躁郁症有够侪，神经病也有够侪。是安那？无闲、紧张、风作中伏、战战兢兢、惊惊吓吓。啊，所造成的。啊，这惊吓呢？你干呢？就是惊吓，到尾落垃圾好的气嘛，降伊头底，歹嘛降伊脚底。那么，这个乳酸菌呢，咱食落，咱就对家己体质，哈、啊，渐渐对面顶脚底开始激发，骨多起来啊。也是，若要投资事业，放得丈夫呢，保证翘身呢。啊，十件投资呢，十一件呢失败。人讲老师是安尼，十件投资，十一件失败，十件失败了了呀，佫衰了无胆啊。若佫做咧，嘛是佫袂成功，因为无智慧啊。哦，风得中夫。啊，若是讲哎，人甲人互相交朋友，会使咧无？哎，大家有缘来相信有缘。那么我问天理有无？卦象只是天理，这药啊有无？无天理，啊无天理。啊，那问讲技术如何？清晰技术如何？卦中无技术，无技术，无你智慧造出来。啊，那么你要重新设计，城市重新设计。所以各位易经，那不是用来算命，命是做作命，无命好算。因缘果报，命确实无命好算哦。我啊，我来算命。哎呦，我建议各位了解命，莫算命。啊！你若要算命，咱就已经无智慧去啊！好，所以咱哎，我了解我的命，了解我运要安怎行，我人生要安怎开发我的人生，用易经就发了呀。所以易经会用法36000法门，啊，在佛家的84000种法门。啊，咱今日啊，正好一年。来到咱泰国，咱的大商会，啊，咱今日下晡咧去参观到咱大商会馆，我足钦佩，足赞叹。啊，大商会馆有60年啊，啊，起到这么大，世界上大的大商会馆在泰国，在曼谷这个所在，啊，边啊咧大天宫。